嗨，大家好，我是躺平叔，带大家真正的中国。今天是2024年8月15号，这一期啊，咱们继续聊聊恒大清盘，聊聊中国的房地产。咱们先看几个房企的消息。天眼查法律诉讼信息显示啊，近日恒大集团有限公司新增股权冻结信息，股权被执行的企业为恒大金融控股集团深圳有限公司，也就是那个恒大理财啊，那个主体，冻结股权数额为130亿元，执行法院为河北省沧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实际上这种股权冻结也就是一个形式啊，没有什么意义，它下面也没什么财产，你把它股权冻结了，你还得把它变卖掉回笼资金，哎，给这些申请执行的人。你把它股权变卖，这就是个大问题，你怎么卖呢？卖给谁？谁接？所以你别看呢股权数额是130亿，恐怕连几百万都不一定能值啊，这公司恐怕净资产是负的。所以这种冻结股权啊，也就是一个心理安慰。天眼查法律诉讼信息显示啊，8月14号，佳兆业集团深圳有限公司、深圳明理产业发展有限公司新增一则被执行人信息，执行标的23.16亿元。风险信息显示，佳兆业集团有限公司存在120余条被执行人信息，被执行总金额超过288亿元。此外，该公司还存在多条限制消费令、失信被执行人及中本案件信息。这个佳兆业也是有出的气，没有进的气啊！我记得他是华南的什么旧改王还是陈改王，落得如今的下场。还是天眼查信息啊，8月13号，阳光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新增6条被执行人信息，执行标的合计3亿余元，涉及债权转让合同纠纷案件、金融委托理财合同纠纷案件。部分案件被执行人还包括阳光城集团上海置业有限公司、福州盛景阳光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风险信息显示啊，阳光城股份有限公司现存180余条被执行人信息，被执行总金额超过145亿元。此外，该公司还存在多个限制消费令、失信被执行人老赖和中本案件信息，还有很多啊。也就是这些房企，不管是已经爆雷的，还是正在爆的，虽然政府一再对吧在救市，但是对他们的现状没有太大的改变。哎，他们依然啊坚定的走在清算的道路上。不光这个房企啊，现在日子难过，那房地产的上下游啊，实际上日子也更难过。今天这个叫翠鸟资本，他刊登了一篇报道，标题叫《受困于恒大门的三棵树》。三棵树知道吧？是做那个油漆的吧？那就是房地产的下游啊。啊，说应收账款近60亿，就是三棵树啊，它的应收账款60亿啊。你都谁欠他钱呢？他向谁收呢？恒大、碧桂园、融创，就类似这种房企。那你说这些房企欠他60亿，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就是完蛋。他是报道这么说的，他说2年前国内涂料龙头三棵树，就是603737啊，老板洪杰喊出了一个口号：未来5年奋进1000亿。这个2022年呢，那恒大爆雷了，他居然还能喊出未来5年奋进1000亿，这得喝多少啊？几个菜啊？喝成这样？有了老板的雄心壮志，100亿小目标，1000亿大梦想，标语就这样高调的挂在了三棵树的官网上。百亿那叫小目标，1000亿那是大梦想。然后进入2021年，伴随着房地产市场深度调整，作为产业链上上游的三棵树受到波及，一方面没了房地产这棵大树，建材行业增长预期很难得到支撑，以至于公司营收增长出现放缓；另一方面陷于恒大门所困，净利润也呈现大幅下降，应收账款更是高企。在三棵树的官网上，小目标大梦想的标语也早就被偷偷摘下了。这个后面还有很多咱就不介绍了，总之这个房地产产业链上下游供应商日子都不好过，什么梦想都抵不过这个现实啊，残酷的现实，对吧？你做的越多，你的应收账款越多，应收账款越多就意味着你离爆雷啊，离破产就越近，因为恒大欠你的钱那是还不了的，不要有任何幻想。我记得恒大爆雷的时候，对吧？前几个节目我就说了，如果你跟房地产开发商有合作，你给人供这个，比如绿化，对吧？你跟人家提供钢筋，对吧？建材等等啊，就是你跟开发商合作的。如果是现款现货，那你就做，哪怕不赚钱，但是现款现货，如只要是有账期的，你呀，干脆终止合作。你不要以为你做得很开心，哇，你一算账面，我挣了多少钱，我也给他供了多少货。我告诉你，这全是应收账款，拖死你！你做的越多，你死得越快。应该有很多网友记得吧？对吧？当时恒大一爆雷，我就说所有的啊跟开发商合作的统统别做了，你前几年赚的钱你这2年都会搭进去，赔的裤子都没得穿。事实上就这样，现在很多房地产上下游这些企业、这些供应商、这些老板一个一个的要死不活的。当时我说这种话的时候还
很多人在下面说你不懂工程，你不懂这个，你不懂那个，对吧？这都是啊有账期的，那我就不做了，不就完了吗？对吧？想办法终止合同，或者把合同转让给别人，你们就来做，我把我的押金拿走了。那个时候如果听了我的不做的，你现在反而你顶多就没赚钱而已，你不是赔钱呢，你也不是倒闭啊，你只是这两年没赚钱。那些做的越火的大干快上的，现在恐怕都是在破产的边缘啊。我们再看这个国家统计局啊公布的一到七月份房地产的一些销售情况。八月十五日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一到七月新建商品房销售面积同比下降18.6%，降幅比一到六月收窄0.4%。新建商品房销售额同比下降24.3%，降幅收窄0.7%。房地产开发企业到位资金同比下降21.3%，降幅收窄1.3%。按最新公布的数据，七月商品住宅销售价格依旧跌为主，新房、二手房价格环比下跌城市个数进一步增多。统计局公布的70城房价数据显示，2024年7月新房价格环比上涨城市数量为2个，环比减少2城，下跌城市有66个，环比啊占94%。二手房价格方面，环比上涨城市数量仅1个，其余67城均环比下跌，也就是绝大部分城市，无论是新房、二手房，价格都是下跌的。7月各地楼市虽有复苏，但复苏城市数量较少，很多城市房价依然较为疲软。这个是统计局的数据啊，不是谁在唱空啊。你看看，房价依然疲软。房价方面，2024年7月，70城新房价格环比降幅0.65%，跌幅较上月收窄0.03%。二手房价格环比降幅为0.8%，较上月收窄0.05%啊。新房、二手房环比价格都是下降。七月房价底部调整态势未改，以价换量趋势仍在，但总体环比跌幅连续小幅收窄啊，这意味着价格或从快速下跌时期进入平稳波动区间。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刘爱华说啊，七月份我降幅继续收窄，但同时也要看到多数房地产指标仍处在下降之中，房地产市场仍处于调整中。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刘爱华强调啊，也就是说目前啊房地产市场还在调整，所以那些说房价回升、楼市回暖，这个就不攻自破啊，人家统计局说的房地产市场还在调整中。我们再看看各地啊，为了救楼市啊，都采取什么措施。每日经济新闻报道啊，他说南京一楼盘回应买房送私人飞机。你说你就是买个房子，他非要给你送个私人飞机，你说这叫什么事啊？你就这么容易实现了私人飞机的梦想？买房送私人飞机，南京一楼盘回应8月14日买房送飞机的消息刷屏朋友圈。这则消息的源头是来自招商蛇口南京公司微信公众号发布的一则公告。公告显示，招商局中心啊征信项目推出20万元飞机礼包，记住了啊，是20万元的飞机礼包，礼包包含飞行员执照、100小时总飞行时长、每年10个小时，那你得飞10年呢。私人飞机5%产权，所谓的送飞机是送你私人飞机5%的产权。中金报道说，今日该项目销售人员告诉记者，这个活动是8月初开始的，如果不选择买房送飞机，可以直接抵扣20万元房款，基本没有人选择买房送飞机的权益，绝大多数还是选择直接抵扣房款，真的不容易啊！就为了卖房子，开发商也是操碎了心呐、各种花式促销套路是五花八门。你比如说啊，深圳南山区有新房项目推出买房送黄金活动，根据不同户型的特惠房源赠送888克和1388克黄金，市值达到近50万和80万元。最近黄金的价格涨得不错啊，所以开发商说买房送黄金。实际上这个买房送私人飞机这个涉嫌虚假广告，这个工商部门应该去查一查，他没有送飞机嘛，对吧？送你私人飞机5%的产权，那叫送飞机啊，对吧？那你买房，开发商说还送范冰冰呢，送他一根头发给你，你说这叫什么事儿？这不就是噱头吗？所以工商啊应该去查他，这是虚假广告、虚假宣传。这也说明这个现在房子不好卖，没招。我记得前年吧，前年河南很多地方啊送出这个促销手段，对吧？那个农作物可以抵首付，西瓜抵首付，稻子、麦子抵首付等等，真是叫五花八门的。这个钱江晚报啊，
他刊登一篇文章，说的是浙江多地神户行重出江湖，得房率惊人。说上周啊，潮新闻、钱江晚报率先报道了浙江多地计容规则调整，绍兴、温州、金华、湖州等地相继涌现第四代住宅地块，得房率惊人。这一消息也引发购房者的广泛关注，他们都想看户型图。于是记者找到了一些已公布的户型图，测算神户型的得房率究竟有多高。他说这个最近温州新挂牌或出让的几宗涉宅用地，如吴田东单元地块、南门单元地块、桃花岛单元地块，都在出让说明里明确提出，除了有 20% 的空中花园可赠送，绿化亭廊和开放式风雨连廊不计入容积率，还增加了套型面积大于140的复式住宅，客厅起居室挑空部分层高大于4.2米，且不大于6.4米，且水平投影面积不大于30平米，单倍计算建筑面积。也就是说啊，140平以上的复式住宅，零零总总加起来，赠送面积在55平米上下，实际得房率差不多达到120%，不如实实在在的啊，价格便宜，你非要送这些什么得房率，有什么意义呢？我们再看这个成都，成都市开展住房以旧换新工作。财联社8月15日电呢，说这个成都市啊，鼓励通过房票形式推动住房以旧换新，在2024年12月31日前对出售自有住房，并在6个月内购买新建商品住房，或购买新建商品住房后12个月内出售原自有住房的购房人，通过给予财政补贴、发放消费券等形式鼓励住房以旧换新。具体标准、执行时间由各区县自行确定。对于出售自有住房并在6个月内购买新建商品住房的，可认定为首套房，支持商业银行按认定的客户住房套数办理个人住房贷款业务。成都市这个以旧换新啊，它不像郑州啊，政府是国企把你房子买走，然后你这个卖房子钱去就是新房子的首付款，它这个是给你补贴啊，这个力度恐怕就要小得多啊。北京日报刊登啊一篇文章，他说北京7月二手房网签量创16个月记录，北京6、7月二手房网签量稳步上涨。记者获悉，6月、7月二手房网签量同比环比均出现较大幅度攀升，预计将进一步提振新房市场。在市场供需结构变化的背景下，北京楼市仍将呈现出稳为主的。今年前7个月，北京二手房网签量达到90355套，比去年同期略降至，但较前年1到7月增长10%。令人关注的是，二手房挂牌量正在明显减少。据中原地产统计，本市二手房挂牌量从4月底的17.2万套到现在的15.5万套左右，整体减少了约2万套。这是2023年9月以来首次出现这一情况，显示市场焦虑明显缓解。受利好政策影响，北京今年7月二手房网签量逆势上涨，达到15575套，环比上涨3.92%，同比大幅上涨60%，而这也是自去年3月份以来首次超过1.5万套，创近16个月最高纪录。实际上，北京6、7月份的二手房网签量环比、同比均有较大幅度上升，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信号。二手房加快去库存，将对新房市场有非常大的提振作用。他这个没有说北京的二手房价格涨没涨，恐怕还是以价换量。有人呢说这个北京的、上海的二手房量上来了，价格也涨了，实际上根本不是这么回事。北京、上海、杭州这些地方二手房成交量上来，是因为以价换量，就是二手房房东啊愿意便宜，赶紧兑现套现呢，趁这个时候能卖得掉，便宜点卖，对吧？接下来你再便宜都卖不掉了，这一波没了，没人买了，所以是降价卖房，以价换量。有很多炒房的，他总说这个二手房你看这么火，那是因为你降价呀。但是有的地方你降价都卖不掉，3线、4线、5线城市降价卖给谁啊？没人买。咱们再看看这个专家是怎么说的啊？这个前恒大首席经济学家任泽平，他今天发个微博啊，又是老生常谈啊，又是那一套。他说啊，房地产是中国第一大支柱产业，房地产稳则经济稳，就业稳，金融稳，这没毛病啊。说挤牙膏式的政策放松，效果是短期脉冲状的，也就是说现在这种旧楼市政策啊，这不行，脉冲状的，挤牙膏式的。它真正有效的政策放松，要一鼓作气提振信心，未来3招可救地产。又是那3板斧啊！他说，从国家层面组建住房银行，收购开发商的土地和商品房库存，用于租赁保障房。这个现在政府也在做，但是实际上遇到困难了。雷声大雨点小，对吧？只见楼梯响，不见人下楼。第二个是全面取消限
限购，这个也快了啊，这个除了北京上海还有其他地方慢慢都放开了，降低利率和税费，包括二套房存量房贷款利率，通过降低银行负债成本，这个也解决不了房子的问题，你解决的是现在买房被套住的人，让他们稍微这个宽松一点，但是和大家去买房是两概念。所以这个任泽平啊，这个经济专家，三招可救地产，这三招基本上都用过了啊，有的证明没用不起效果，有的是没钱，这就是专家以为政府有钱嘛，对吧？专家以为政府有钱啊，政府以为韭菜有钱，刺激给韭菜政策，让韭菜去买房，他就认为韭菜有钱，专家让政府啊去搞什么住房银行，以为政府有钱，看看全误会。我们再看啊，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特聘高级研究员邵宇啊，他在这个博鳌房地产论坛上说啊，他说过去30年买房子都是对的，他说啊，说起来非常遗憾，我入行的时候就开始保卫3000点，现在退休了开始保卫2900了，现在是保卫2800好吗，对吧？这保卫的重心是越来越低啊。谈起股市，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高级研究员邵宇自嘲称，感觉我的整个生涯就是保卫战。房地产市场方面，邵宇指出过去30年买房子都是对的，但在2021年已经达到峰值。邵宇指出，如何通过转型找到未来成长之路，是金融业需要讨论的真命题。大家看邵宇的这个视频啊，那代表我们中国的这个老百姓的普通的所拥有的两个可投资的资产，那一个呢是那个波动非常剧烈的那个蓝色的那根线，蓝色的线是什么呢？是上证综合指数，上证综合指数。说起来也非常遗憾啊，我入行的时候呢，就开始保卫3000点，我现在退休了，开始保卫2900点了，啊，我感觉我整个职业生涯就是保卫战的一生啊，当然接下来能不能就靠各位了。各位的这个年轻的这个新一代，我们希望呢它能反转，它能上去啊。就是你现在要预判的话呢，就是你要把它画上去。另外一个呢，因为是房地产峰会，大家都知道那个蓝色的线啊，对，那个红色的线，红色线呢也就说明什么呢？就过去这30年里头，你买房子都是对的，你可以加杠杆买，但是它的峰值呢，大家都知道，在2021年的话，它已经来到它的峰值，现在离那个峰值的话呢，下行了30%。但是这根红色的线呢，集中了我们的居民的财富的70%。这根蓝色线的话呢，只集中了我们居民的财富的10%。那很简单，我们站在这样一个节点，未来这几根线要大家自己画了啊。第一，经济增长会是多少啊？它是 V 型的吗？还是 L 型的？可能是 LV 型的啊。然后呢，那个货币供应，那货币供应能不能再放一次水啊？大放水，因为我们做金融都喜欢放水嘛啊。做金融的公司，我在上海都喜欢住在黄浦江边上，因为钱财是水嘛，流动性够，大家的 commission。大家的 carry 才够嘛，啊！但问题在于这是你的想法啊。那对于决策者而言的话，他们看到哎这样一个情况的话呢，我是不是简单的把这样一个钞票印下去，而是我需要完成这样一个转型的过程，也就是从这根红色线跟蓝色线的这样一个对比，去找到我们未来的成长之路，这就是我们金融要讨论的一个真的命题。所以我觉得你讨论什么印钞啊、放水啊，这个都没有意义。就他说的过去30年买房子都是对的这句话，现在你看的话他是经不起推敲的，就是你只能说大体如此，过去30年买房子都是对的，这个有很多人呢是没法接受的。过去30年你要从2023年往前算，1994年到2023年这30年，不是所有人买房都是对的，这个我想大家都知道。你比如说现在很多地方房价已经跌到了2015年了，也就是说你2015年以后买房现在都不合适，都赔着呢，都套在那儿。那个东莞、贵州那房价跌到什么时候了？已经不要说这些地方了啊，就是北京很多地方房价都已经跌到2015年了。北京的房价最高点好像是在2017年，往后啊，就是局部地区有的学区房价格还在涨，就大部分地方都在跌。北京的最高房价出现在是2017年，那意味着啊，你2017年买房子的，你现在都是被套着的。这是北京啊，有很多人啊，你看大家在网上都知道，很多房产中介他。就是组团，对吧？就是吸引粉丝，带大家去买房，对吧？就是炒黄金的房子，大家记得吧？炒黄金，北京周边的房子，套死了多少人？那就是2015年、2016年，多少人在房产中介专家的带领下组团到燕郊，到什么霸州，到什么三河、香河、涿州，就是北京周边黄金啊，去买房，买在最高点，现在是欲哭无泪啊！多少人被中介忽悠的组团吗？组团便宜啊，去能打95折啊，对吧？有很多人
卖房了，现在被套。哎，以燕郊为例吧，燕郊套了多少人呢？燕郊的房价大概其应该到了2000几年了，2010年前后了，就跌到那个时候了。也就是说，你是2010年之前在燕郊买的房，你现在恐怕还是踏实的。哎，他没赔多少钱，或者没赔，或者少赚一点。你10年以后买的房都是赔钱的。你说我买房14年了，你还是赔钱的，你受得了吗？所以这个专家说，过去30年买房都是对的，这个说不过去。还是北京呢？那你要是什么3线城市、4线城市，那更完蛋。有的地方恐怕这辈子你翻不了身了。就以黄金为例吧，黄金就怎么救，不管出什么政策，这黄金的楼市你先解套省省吧，没有机会了，只能说减少损失。如果你就一套房，那就无所谓，反正就住吧。如果你是投资的，对吧，七大姑八大姨借钱勒紧裤腰带跟着那些中介后面去炒房的，那你为自己的认知买单也没毛病，对吧？你被人忽悠了，带着钱到处去买房。最近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关注到，就网上一些死多头啊，就是天天鼓吹房价涨的，然后忽悠你去买房的，就带你去买房的，好像很多 UP 主现在说不了话了吧？什么欧神呢、啊，好像也被封杀吧？我不太清楚啊，反正我也很少看他们。连许老板都爆雷了，你说这些炒房的能不爆雷吗？许老板首富啊，掌握多大的资源能量，他都爆雷。你这些到时候借钱用杠杆炒房的，爆雷不正常吗？这个时候呢，还在想着炒房，都是些什么人呢？那真把国家政策不当算了。这国家早就6年前还是5年前就说出来啊，房住不炒，应该是17年、18年、17年吧，就明确提出房住不炒，你还在炒，完了之后你又埋怨国家，你说你赖谁呢？对吧？你被中介一忽悠，你就去炒房去了，说房价后面还涨，你说就现在这个情况，你还怎么涨了？谁接盘呢？对吧？你现在12000买的，你想18000卖给别人，20000卖给别人，谁接啊？谁有那个钱接啊？所以说现在还在做炒房梦的这些人，那才叫可悲啊！你这才叫去给人接盘。这个早就有人说了，靠房子致富的时候，这个时代过去了。普通人啊，靠买套房一下发家致富，这个时代过去了。有的只是普通人买套房破产了，对吧？所以韭菜还是要多看看文件。房住不炒，不是喊着玩，不是开玩笑。大家的收入水平如果不涨的话，大家收入如果不能肉眼可见的提高，你不要指望着房价还能涨，对吧？这现在房价再涨的话，一定是大家收入都在提高。我看还有人在炒过气网红城市杭州的房，还在打新，理由就是20房比新房还贵。这叫什么事？这是精心营造的。如果他不营造出20房比新房贵，那新房卖给谁啊？新房卖不了，那地卖给谁啊？对吧？这是精心设计的一个骗局，你还在往里钻，对吧？你真有那个钱，你去上海买房，去北京，等到北京放开，你去那儿买。好，这期节目我们就聊到这里，感谢大家收看。如果喜欢我的节目，欢迎订阅、转发，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谢谢大家。